爸爸去工作。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爸爸去哪儿，我去哪儿，工作探亲囧事多。你的名字就叫了我，我失宠了。啊！深圳卫视周六晚21:08，由奶中皇族娃哈哈爱迪生奶酪酸奶冠名播出的《闪亮的爸爸》，带着娃儿上班了。